主料草莓200克，辅料白糖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草莓洗净，用淡盐水浸泡5分钟，沥干水分，加入白糖腌制10分钟，白糖完全溶解后大火煮开，糖汁稍微粘稠时改小火并不断搅拌，收干水分，关火放凉，装罐即可。酸甜可口健康美味的草莓酱新鲜出炉，烹饪技巧：草莓洗净沥干水分后，也可用搅拌机搅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